你一定要赶紧恢复健康，好好当好好友好你，让你知影，我真正已经改了。宋凌峰这个查某阁真敖演，讲甲嘴角全破，煞无一句是真心的。阿妈，你也较紧精神哦。我就希望你阁甲我揽一个，笑眯眯讲我是你的乖孙。乖孙，敢是真实的？好，我要。我要赶紧起来，我马上就起来。阿妈，你敢搁会记得我跟你讲过一个小秘密？我要进食了，带陈经理问啊。啊，不过我一定爱等你，等你精神，对我才更近啊。哎呦，子孙哪会当带陈经啊？我讲这么多，你到底有听到无？阿妈，你有听到无啦？阿妈，阿妈，你一定对我足好诶。以前你知影我甲子孙是契约婚姻，你嘛不照庇我，就是因为你安尼甲我疼一心，我才会无顾一切关关乎你。今嘛我的心肝宝贝伫你遐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哦，阿妈。但是你无祝福我甲子孙，我就袂点头答应伊哦。好啊。我一定要亲自给你祝福，不过我的身体那袂顶袂动，连目睭拢闭袂开，袂用着，我一定要爬起来。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我刚刚，感觉，我的枕头。那我叮当起来，妈，真正有反应啊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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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珍担心，您赶紧哦，跟阿妈哦，加讲几句话，阿妈一定最希望你会当去看。妈，你爱加油啊！爸爸就背景，电话在更紧啊！啊，阿妈，啊！这个囡仔有够糊涂，明明遐尼侪条件好的查某囡仔，伊硬要娶这个宋丹青啊！宋凌峰嘛是有够憨蛮，是袂晓主动是无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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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好啊！啊，真好！啊，真好！
情哦，甲丹青求婚啊，你嘛顶头啊，你讲欢喜啊，啊阿妈。一个医生有讲过，嘛可能袂听懂，嘛袂讲话。不过，若不哩，嘛根本都啥物后遗症拢无，那安尼我们都死啊！连讲话拢讲袂出声，我脚手嘛无法度振动。阿妈，别着急啦，偷偷来。好紧就是安尼，你若是愈着急咯，前途就愈慢。你相信？你艰苦啦，我会陪你，我逐天陪你做练习。等你脚好啊，咱就办一个请婚礼，甲等你出入门啊。时间哦，要坐大位哦。啊，嗯。美英呢？你不用找伊，你一定后悔。你来这送啥？这个你做大事，你卖吵。杜光亮，你来这一定就小鬼啊！关我的代志，你吃饱上瘾了？不是，我是来阻止你做戆代志的，因为我杜国亮，你头壳是有问题是不？别人在吃米粉，你是在发什么烧？你这做老母的无法度阻挡，哪能我？安怎呢？这是阮林家的代志，跟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紧出去！你紧走！紧走啦！你紧出去啦！妈，你莫激动啦，我已经叫医生啊！妈，放手，我马上。你若有话，起来讲清楚。我说你才进我厝内底啦，那是别人的代志，我才变大管。那是你，你弟弟明娶宋丹青啦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你凭啥？阿妈敢若足激动的，伊敢若有话要讲，煞讲袂出来。妈，你搞出来，叫妈，我伫这吼去找医生过来。阿妈，你靠忍耐，爸已经去叫医生啊。妈，敢若真正讲袂出话。也袂当叮当，敢讲真正甲医生判断的同款，已经瘫痪了。我警告你，别再用我出来底啦，那我对你无客气。你想讲我爱来？林家迄乱七八糟的代志，我根本无想要管，我干哪管你？你明娶宋丹青啊？你这人有啥物问题啊？你这人真足奇怪，你到底是凭啥物管我甲子生的代志？你凭我是？我是乾坤的兄弟啊！林妈，我叫伊一声色啊，所以我算是恁老头厝的人，我来当管。听你讲着我妈的态度，恁两个人应该嘛是有恩怨，哪能现在硬要牵亲戚？你到底想要创啊？我甲恁妈虽然淡薄顶打，啊，不过伊是困过去啦，我也是会忍耐伊啊。所以你爱在进退，爱嫁予子孙，那无你莫想要摕阮爸的命来作为你想要闹代志的借口。你摕阮爸的麻烦，我阁无够坐想。
你若真正知影这，马上给我离开！点点啊！你是白痴！杜光亮，我是不是跟咱亲结婚，跟你无关系，你嘛无资格管。人家恁若是反对，上好等我报警真正，赶紧离开。我是你的老爸。 当然袂当目睭金金看家己的后生权益受着损害，连家一切拢应该是你的，无道理让宋丹青分走一半。你是咧看啥？你听无人话哦？主管，子珍，我警告你，莫阁接近阮家的人，若无甲你保证。 做滴生理，长期坐监，头拄仔已经做进去化验查，确定血价是跟着老夫人的脑部，伊目前会当确定是瘫痪的，无法度行动，嘛无法度讲话。病人即卖状况算是稳定，不过也是先予伊好好休困。医生。 阿妈哦，一直就想要看你甲丹青啦，赶紧过来。阿妈，今麦才你给动啦，我丹青拢伫遮，你莫哭啦。啊，是啦，阿妈，你唔通哭到安尼，安尼我就唔甘咯。阿妈，今麦厝内底哦，都我上瘾啊，我会留点遮照顾你。 我嘛是啦，妈，我会当踮咧遮好陪你。妈，你甲你身体爱顾啦，这阮来就好啊。哎呦，阿恁大家哦，拢莫甲我争啦，我是上瘾的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的24点钟伫遮照顾你。你这个歹查某！ 搁有面伫我面头前假友好，要继续。妈，妈才无简单哦，才刺激，你就莫踮咧遮哦刺激去。看妈安尼，我保证应该是安全啦。老夫人，你真紧都有顺心不安，你有怀疑无？ 我甲丹青求婚，成功啊！妈，你一定认为哦，子珍的求婚，敢那参像咧办公会啊，对吧？丹青，你嘛感觉足凊彩的，对不？哦，没啦，我会当理解。 一定是认为哦，安尼去委屈着伊的乖孙媳妇啊。对啦，子珍啊，若无哦，你带丹青出去洗洗，啊办好轻松，啊先说约会一下，啊。真正唔免啦。是啦，唔免。阿妈拢咧抗议啊俩，听摆话啦，咱出去洗洗哦，才等来陪阿妈，莫让阿妈无欢喜。 子孙看起来是足坚持要娶宋丹青的，安尼耍落来，我是要安怎做动呢？